两种口味的披萨。有哪几种口味可以选？有葡萄味。嗯。还有香草味。嗯，还有呢？还有苹果味。我要吃苹果味。好，那还有。要这样不动色嘞，跟两只青菜的看看面好过，跟两只稍微面好点，跟两只那个鸡骨了稍微面好点，把这菜是咋不冰着嘞？这菜是咋不冰着嘞？喏，这蹦菜蹦进硬了呢，这菜还没得起来呢，蹦不冰的个呢？成功了那边的个，本来咋不了那家的么？现在不是挺晚的。手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是有个地方漏了。好了啊、哦，嗯，来个细细干回来了啊、哦，嗯，好，来来来，你来给我分成两半。啊，好好好，哎，你妈给我照屁股，哎呀个，好，这个妹妹嘞。晚上好嘞，烫了呗。哟，妹妹的也马上好了呢，差不多。哟，真敢圆锅子，比奶奶的圆多嘞，奶奶的还有脚的，你看。看看这个人在下来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看这里都掉了一颗。妈
呗。我的快好了。那你这就叫奶奶切一下呗。我要切给我小刀。这把小刀吗？对呀。嗯，那给你。我不是要那个来弄的，我是叫切。给你。你看是棉子的嘞，俺给吃的。给这个这样子。我要棉子的，俺过来啃一啃。嗯，好过。来给你。好的，来这个摊开了，给你啊。好过的。嗯。哦，好过味了。哇！奶奶放好了啊。好。你这衣服这么长了吗？牛肉，牛肉汤，嗯，好的，你自己夹好了。一人一个荷包蛋。妈妈，荷包蛋。嗯夹了是吧？我好几个呢，这个是做的，就是我做的，是你做的是吧？我试试看啊。那要不我再弄一根？有，是这个是你做的是吧？这么粗的？对呀。哦，我们试试看啊。嗯，好吃啊，很棒。妈妈觉得我好吃。嗯，姐姐好吃吧？这个是你做的吗？嗯，应该是有。妮妮，这个是你做的吗？哇，这么粗啊！嗯，好呀。嗯，您准备的比较好呀。我的妈妈好像宝宝怎么还没生出来？嗯，可能他还不想出来吧。小宝宝肚子里面待得太舒服了，他不要出来了。难道宝宝要等到春天才出来吗？春天啊，那待不到哎，那马上就要生出来了，预产期马上到了。嗯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都是筋呀，这个有肉。嗯，一点一点的。